所有玩家整理表情，三二一，天亮了。现在是上井时间，上井玩家请亮红灯。上井玩家有三号、四号、五号、六号、七号、八号、九号、十号、十一号、十二号，共十名玩家。一号、二号两名玩家在井下。现在时间四十二分，由六号玩家开始发言。六号玩家，请发言。我是个好人啊，然后。 看了一下，只有一号跟二号没有上进然后我个人认为，一跟二应该是不见面的。个人认为啊，因为很夸张，因为当我们的上帝法官正在报说井下有只有两名玩家的时候，其他有十名上玩家上井的时候，二号玩家给一号玩家来了一个横眉，一号玩家立马给了一个冷对啊，反正直接就是好像不太像是夜里会见面的两张狼人牌安排了在井下准备冲票的那种感觉哦。但也有可能他们会有这种做作成分，但我自己。 第一反应是不太像见面的，啊，可能当然除了比如说不见面的，有可能是俩好人，或者一狼一好人，或者一狼一混子，或者一好人一混子，这种都有可能，啥都有可能啊，只是说可能不像见面的，这是警上的第一感觉。所以听完发言之后可能会去更新，然后我是好人，其他没啥说，其他就是好像赛前的敏人环节，十二好像是提前表水了是吧？我不知道你表水的时候有没有看牌啊？如果看牌了，的确可能会有提前表水的成分。 然后四号家的话好像很无奈啊，就是被三号家点了之后就一直说：“哎，我,我不是狼，我不是狼，我不是狼，不至于啊！你不是喜欢站做的，你就说我就是狼，怎么着？我觉得你还是得想你得勇敢一点，没什么好怕的嘛，对不对？大不了咱们就是说一个自爆崩胶牌，对不对？也没什么关系的，嗨一点嘛。被点的有点是最近太干燥了吗？感觉有点稍微有点红。” 就是红了一点点，还是说被点到了？没事啊。然后其他的，我是好人啊，先追，尽量给大家撑点时长，给他撑点时长，过了。七号玩家请发言。<coughs> 嗯，六号玩家发言还行吧，还行吧。但是六号玩家点了十二，所以说六和十二有问题，有问题。但我觉得十二号还行，我觉得十二号发言时候还可以。 嗯，十二号发言其实聊聊的挺好的，嗯，那那我就觉得六号是狼，不是？怎么了？那十二号确实表水还挺不错的呀，我我没说这局游戏发言，我说你之前开牌之前的发言，我觉得还可以，啊，那不聊的挺好的吗？十二号好人，那什么意思？你上去喷水是什么意思？那就六号是狼，六十二里面六十六号是一个狼，十二号是一个好人，那、啊、这不挺简单的吗？我今天就跟着十二号站边不就完了吗？ 对，预言家，好人赢了，狼人跳就等于送啊！我就跟十二号站边了。那六号玩家，六十二里面的狼是六号，啊、没有。那六号打的四号，那就得是狼，就只能是狼了。四号，<laughs> 你这个当不了了。你那十九块九那东西，到时候给我看看啊！哈哈我我我挂了啊！八、哎、号玩家，请发言。 哎呀，我每我就知道，我每次来八这个、这个、这个位置的时候，听到的东西就是就非常的信息量很多。这通过六号七号的发言，我这儿已经太多信息了。首先，呃，本局游戏好人估计是赢了啊，因为七号玩家这个预言我感觉就没有失没有没有失灵过。因为之前我不在对局，直接说这把狼队就直接赢了，好人拿什么赢啊？这把是好人赢了，然后跟十二站边，然后六号玩家聊出一二井下。 可能为不不见面的关系，还拆解了一二可能的身份关系。然后现在四号玩家已经被凌空点，已经被凌空点了。但是我在逻辑上没有太多别的好聊的，我还是听听看对跳，然后再进行井下逻辑拆解，再交站边啊。我先过了。九号玩家请发言。一金水井徽流二八顺验。六七吧，井下听听站边吧。啊、呃，八号玩家直接吃我一验。七号玩家。 不想太多聊聊他，但是他的发言我理解。为了发抖音视频嘛，啊、呃，就把自己的发言剪成一段，然后公黑屏配文。啊，十二号玩家为何没有发言就是狼人啊？吸引大家来看精神大师赛，我都理解。回去剪辑剪辑这段就是发视频了，知道吧？他是为了回去发视频的。他发这段言，我都没把他发的言当言，因为他说什么十二号发发言没发言的，十二号人家发言了嘛，赛前发言，十二号赛前说话了嘛。然后六号、七号警家就看站边啊。 六号玩家给给出那个他主要输出的观点就是井下二三不见面啊，这个东西我觉得六号如果是狼，井下是两狼，他输出这个东西是他主要表达的东西。所以六号其实在前置位发言，在我视角里也是没有什么工作量的，所以六号七号我都不管他。八号玩家六号七号都在这儿打马虎眼儿，你什么都没米，什么都没说，你就吃我一验，但是你吃第二验，因为井下就两张牌，为什么验一？我先说一下啊，真的拿到这张牌。 扫视一圈，还是只能验你兄弟，只能验到你。扫视一圈，哎，真的没什么想验的。我开牌看到这张牌，第一想验四，真的是真的想验四，怕死，真怕死。然后就想想算了，验个靠谱的兄弟吧。然后验了，一是金水，二号玩家。说实话，我现在不打你是狼，你是好人是狼人，本局的身份，这一票决定。我现在就告诉你，一号肯定能上票给我，我要两票吃警辉。 你把票上给我，我也不盘一号是混子、啊，因为一号待井下，这盘他是混子太极限了。你上票给我，你进决赛勾到最后，好吧？我死了之后，你去跟我验的一号表水去，好吧？然后一号，你这票肯定上给我。后置位什么我都没米我给到大家信息就是一金水二八顺验，前置位六七没听出来，井下看站边拿到警徽发言顺序往右打啊。后面谁跟我起跳，我刚才也观察了一下，也没有太注意到谁要跟我起跳，我也不点。 不知道嘛，因为不知道谁要跟我起跳。十二号玩家看了，在六七聊的时候，他的表情反馈还算蛮轻松。这是十二号玩家，十一号玩家也有在认真听发言。十号玩家其实也看了啊，就也不给太多点评了，好吧。后面你们自己发言嘛，肯定也开好人，也开狼，开对跳，开混子。然后我不是混子，也不是诈身份啊，我是预言家宴的一金水二八顺也过了。十号玩家请发言，这把拿啥赢了、那个，赖哥？ 这把赢了，七号金水啊，赢了吗？我怎么一点赢的感觉都没有啊？嗯，我个人对于七号，因为他在前面干了好多的活儿啊，在我眼里他只有两种身份，一种是纯种好人，一种是混子。热热心市民老戴直接把六十郎十二是好人给保了、啊。 你说四六双狼在前置位这样帮帮互打是这个意思吗？我有想过，我觉得七号玩家当时在我第一反应，我肯定觉得他像混子多一点，因为十二号玩家这把根本没有发过言，他跳起来说，哎，我这把就跟十二号玩家沾边了，哎，我得这把赢了。但是我还有一个想法，他有可能是、啊、装混子的好人，有可能十二就是了，他起身说，哎呀，我这把都跟王哥沾边，哎，让王宝宝以为他是混子。 不一定啊，听听十二号后置位的那个，因为小九号玩家现在起跳了嘛，谁知道他是个，他也有可能开混子，因为他给井下的牌发了一张金水嘛。听听十二号的站边，好吧，然后我井下肯定打一张一，然后井后置位有点想打一手四，因为六七十二其实不是那个七在那个位置不是打了六十狼保了十二十号人，他打了你四十狼，如果我摸出四是一张狼人牌来的话，我觉得七号玩家。 就是纯种好人。如果我摸出四号玩家是好人的话，那七号玩家永远在这坐着，他就是个混子永生，大家所有人不允许听他发言，好吧？然后小九在这个位置也有可能是混子，混子或者悍跳吧，这都不要说我给的太模糊啊，那也是我自己活该，我选择了验七，所以导致这样的局面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小九起身说了一句：“我的兄弟一号。” 一般他上次说兄弟的时候是悍跳，但是他这次拿混子也是有可能的，这都马不死的事儿，对吧？所以，所以虽然四号玩家没有发过言的话，如果他是混子的话，十一、十二、三四五里面还要开原始起调位，但是我目前几回流改不了，所以我前这位是一，后这位是四。八号玩家的发言，我觉得等于没发。嗯。 你说他是狼没工作也行，你说他是好人没工作也行，都可以。六七都是前这位干过活的人，我会重点。十二号玩家井上必须告诉我你的站边，你是个狼，这个位置只能打到三十秒。好吧，如果你站边我的话，那有可能我金水就是热心市民吧，那我就盯死前这位的六号牌。四六两个狼六在这个位置暴打这个四，听听吧，好吧。我警徽流目前就是一和四。 后置位的话，我我先拿九当个悍悍跳来打吧，因为我觉得七的混子面很大，因为他干的活太多了，我自己又定不准十二的身份，好吧？但是我验了七，我不可能六十二都经验了。四号玩家，那个进我第二眼啊，我第一眼定在这个一，因为如果一是个好人的话，他哦，就就算他是个悍跳，一是个好人也有可能上扛推之类的。但是如果摸出一是个狼的话，就直接那个什么了，好吧？一四过了。 十一号玩家，请发言。九十对跳的话，我没有太听出来谁是预言家。 我两个都说一下问题吧。九号玩家的问题是，你验出来一是金水，你进二的视角进的太晚了，因为井下就一二两张牌，你验了一张金水牌，另外一张牌你应该第一时间进视角的。你大部分篇幅都在聊六七八怎么怎么样，六七八怎么怎么样，然后你聊了八半天，你说八你进我第二警回流，这是你的问题。然后十号玩家的问题是，你说七号玩家两种可能，一种是纯种好人，一种是混子，那他有没有可能是装混子的好人呢？ 就他这个位置故意发言，就是把自己聊的像个像个狼混，但他其实是个好人，有可能啊。七号玩家是有可能这样操作的，然后且我觉得十号玩家对一的定义也偏少，因为，呃，十号玩家在反复定义九是狼还是是混子这个事情纠结了很久。 九十对比的话，我觉得九的发言不太像混子，因为九是我觉得他发了挺就是挺长的言的，我觉得他是认真起跳的。他这个位置要么是预言家，要么是悍跳。我觉得十这个位置我是觉得可以做成混子的，有可能是混子，可能是预言家，可能是狼。因为我觉得十号玩家如果是个狼的话，发七金水，他要么他跟七见面，要么他赌七是个狼混，否则十号玩家是一个。 纯种狼七号玩家是个纯种好人，十去骗七，七号玩家这个位置反水，十就只能打七十个狼混，所以操作空间比较小。嗯、呃，这是基于井上听感啊。然后我看看井后之位还有没有跳的吧。然后如果九十一定要站边的话，我可能呃九偏百分之五十一，十偏百分之四十九吧。然后井下再听听他俩的发言。嗯，主要是因为十号玩家作为。 对于后置位的预言家来说，对他要求更高一些。他对一二的拆解，尤其是对一的，就是九号玩家的金水的拆解比较少，这点是我不太能、不,不太不太满意的地方吧。然后井下再听听看吧。过了，十二号玩家请发言。真有的时候我真的很难理解，就是像你这种发言，就是我感觉在听新闻联播，你知道吗？<laughs> 大家好，今天是十二点钟，山东那边又下雨了。就他这种悍跳就以，就是言都发不利索了，我都不知道这这你，就以后能不能换一个，就是我比较耐锤的，在我前面发言。就是你跳预言家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下老乐乐，你身上已经有一票，你知道吗？你知道秋咪秋这个。<laughs> <laughs> 丘比丘这个是几，你知道吗？他今天两个丘比丘两只手投你，啊，你不要跳，你你没必要跳啊、呃。然后我个人认为那个十一是什么，我是真的不知道。然后我们今天就投十就可以了。然后七号玩家呢，我觉得七号玩家像比较像好人。然后因为十号玩家如果七号玩家他是霍尔，他就不会给七号玩家丢金水。七号玩家是狼的话，等一会儿七号玩家要站边，如果他站边。 如果他还是站边十的话，就等于是像我们这种站边比较稳的，他就很容易出局。我们只要分辨七号和十号里面谁是混谁是狼就可以了。十一号的发言我真的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你想说的那种就是，就比如说，就是你，比如说我本来以为你是一个什么很大，就是很大篇幅的，就是站边，你弄到最后是四十九和五十一，还是偏向？那你你就别发言了，你和输了啊！哦，不好意思，他也是和你一起演戏的是吧？那你那你们两个。 井上是等于什么都没说，那去井下投投票不就好了嘛？对不对？就反正你井下也可以弃票呀，对吧？然后小黑你，我知道你你会投给谁，你的话一票就投给九就可以了，好不好？别的就没有什么了。然后秋明秋，你说一下你的你的那个叫什么？首先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我赛前说的那些东西和我本局游戏的底牌没有任何的关系，还有昨天发生的游戏和今天也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新的一局游戏已经开始了。然后我是好人。 然后我听九比较像预言家，然后我觉得十和七里面就是，比如说现在因为我听十和七是不见面的，但如果说七和十，如果七井下要站边十的话，你就要去分辨谁是狼谁是混儿，这是你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我只负责站边，好吧，别的没有了。至于六号玩家说的那些东西，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那么的开心，你知道吧？你因为你昨天。 发言的时候站错队了，<秒>然后打了女巫，你吃毒了，你知道不知道？所以你在你不知道的时候，能不能少说一点？你等会又要说，我警上打你是开玩笑的，对不对？但是不重要，我没觉得你很像了。你聊到我十二了，你没打我，你聊到我了，好吧？你波动我了，知道吧？那 <laughs> 就这样，我是好人，我站边一下九号过了。三号玩家请发言。太狂了，王哥。 一顿输出，这梁老师脸都歪了，跟他说的。我觉得要把邱咪秋换到十一，不然真扛不了你的揍。你这这人家就说了一个九是百分之多少，十是百分之多少，给你直接一分三十秒攻击十一，三十秒送给了六号玩家。那我觉得我平时坐你旁边，你都没对我怎么进行说，还给我取了一个 bicycle 这么好听的名字，我真是感恩戴德呀。 那个呃，十跟九啊，我九号玩家更好一点点吧。十号玩家，且不说他把把验七，但是他有可能是混子啊。因为今天炸身份不像的原因，是因为他聊的东西蛮多的。但是，他拆解一跟四的那个地方，这个不是大的。一四锦辉流，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反正我觉得发言上好像是。 没有那个，就稍微乱一点点吧，跟他平时，呃，真言家的发言的时候。然后那个，如果我吃刀的话呢，确实我怀疑一下四号玩家和五号玩家啊，所以他们俩得一会儿正好要发言嘛，老说我摸的是女巫牌，我就看看。而且四号玩家确实向我低头，他说我不是狼，我不是狼，很怕吃毒。曾经我们乐乐遥望当年，手握可乐，涌上热搜。现在从。 从六到这三，每个人都可以踩一脚。我乐乐，我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但是乐乐，你发发言，真有可能是狼，因为咱这位置，你看我确实好人，我也没觉得王哥吧一定是狼。那六七，我的水平，我肯定是那两句发言我是听不出来的。那要是但凡有一个，再加上十那个位置又有一个，那也没四狼，对不对？井下可能有狼人。舒老师，我没听出来啊。 这么看好像又不太像平民了，那因为这不不关我的事儿，好吧，我就这么讲一下。然后那个九跟十的话，我就先九。如果你们俩里面再跳的话，就咱们就再盘，是不是十号玩家有可能是混子，好不好？啊，好人过了。四号玩家请发言。别看三这个给我压力挺大，但是我没觉得三号玩家像老。然后这个我虽然是坚果啊，彬彬，但是确实架不住老僵尸猛啃。<laughs> 因为你这个天天，<laughs> 你从昨天到现在，你没有不打我的。 我我我希望这把你是狼，你可别是好人。到时候你看人七，你首先你人家七昨儿拿女巫还捶我，对吧？我好人，虽然我站错边了，但是呢，九跟十里选，我肯定选九号玩家。然后因为十号玩家其实你警徽人留一没什么问题。你说验我，我是好人，其是混的，其实听着呢你是像给我娃娃创，对吧？但是呢，我觉得你是急于。 那如果你认为怀疑他他是混的，那你就你就验他，你认为他混的是谁，你就验。比如这十二号人家，今天不是就是投十二过吗？有什么可说的呀？昨天开牌开牌的时候，十二说我是狼，我不睁眼，别叫两次啊！晚上叫两次狼，那不肯定是你吗？这还用说吗？就投你，他巴巴还班叭的，还还还还还还叫站边呢，跟着。所以我觉得十二是狼，然后九聊的就即使啊，比如说一会儿你看。 退一万步说，五号玩家又起跳了，对吧？那咱们在这分呢，我也不觉得九号玩家是底牌为狼人，我觉得底牌玩家九号玩家底牌最多最多是混的。但是呢，我目前如果九十跳的话，我肯定站边九，因为十二玩家从逻辑上来讲是出现了问题，因为他觉得就是先把六七十二点进去，然后突然间反应过来了啊，七是验的金水，然后呢又又开始说七号玩家对于六怎么着，对于十二怎么着，你怀疑他是混的，你就你就直接验那，你验个一，比如说你怀疑他混的十二。 假设对吧？那你就验十二吧。你验我，我是好人，他就变成狼混了。所以这种就是纯为做逻辑而做逻辑，这是我想的，所以可能不太占时吧。然后一会儿再听听彬彬怎么发言吧。因为你看九号人家这种发言，我就很喜欢。七发言我就没当是言，就这种就特别好，你知道吧？就是这才是真实的反应，对吧？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吧。我觉得八十狼，而且九号人家这个警徽留的不错，因为。 跟着一块儿锤我，七号人家锤我，六号人家可以啊，这个对于我有配置恐惧嘛，可以锤锤我无所谓。然后七号人家呢开个玩笑，八号人家是说六七都点了我，所以我是狼，所以我觉得八是狼。九九这几分留的八也不错，再听一听吧啊，没了就这些，我过了。五号玩家请发言，我怎么以前没发现你这性格呀，这么 M？他说你是狼，他是好人，陈斌打你死狼。 陈斌也是好人，预言家说你不像好人，他就是预言家。我认为你铁狼，今天就出你，你井下还得认我好人，是不是？我觉得四号玩家是狼啊，他平时虽然说扛揍，但从来没有觉得这么扛揍过。今天向所有人低头，<laughs> 一定不是好人。四号玩家反常，所以有问题。梁老师今天也比较反常。 平时说话不是啦啦啦这样子，今天怎么变果冻了？今天有问题，学果冻为什么要学果冻啊？昨天果冻我寻思我不值班了吗？所以我很怀疑十一号玩家，我觉得他在降低自己的存在感，所以反常。十一号玩家也像狼，四跟十一双狼。六号玩家起来说，六号玩家起来拖时长，谁大家也不需要你拖时长啊，没必要啊，硬要保一跟二不见面，所以我觉得六号玩家也像狼。那我心中的狼人就是四六十一三狼外加。 九跟十里面那个狼，那我觉得是十号玩家，因为九号玩家是大家公认的预言家嘛，所以我点的四狼就是四、六、十、十一。然后我认为前置位铁好人是十二号和三号，这两个人是我听发言的铁好人没了。我希望井下一号、三号、五号、九号和十二号，我们五个人能牢牢的绑在一起，把这四张狼人全给投出去。我是好人，我过了。所以井上发言结束，退水自爆时间：五、四、三、二、一。 仍留井上的玩家有九号、十号，请井下两两名玩家在我倒数后投票，完全无效。三、二、一，一号投票给九号，二号投票给十号，九号、十号平票 PK。由十号玩家开始发言，十号玩家请发言。打我的人是都听到的是咪咪是吧？肯定，肯定没听到呼噜儿是这意思吧 呃，我是你看啊、哦，首先呢，我觉得这个游戏你可以打我是狼，我的底牌也可以是狼。但是梁老师，我你说要请我吃宵夜，前两天我没答应，我今天可以先请你做个采耳。我景上清清楚楚的盘了，我说七号玩家有可能是一张装混子的好人。你说啊？我觉得你没盘，你听不着？这是第一把呀，这不是十二点了第三把吗？ 梁老师有点牛逼啊，呃，今天呢，王宝宝肯定得死，只是看你是想发遗言死呢，还是想吃个大犊子死，你想怎么死你就说话吧，好吧。然后后置位的三号玩家说，三号玩家说有点想占九是吗？ 他，你觉得九十里面九比我发言好吗？如果你是好人的话，我你就再听听。如果你还是要站边九的话，我不太觉得三号玩家像睁眼的红狼。如果你还站边九的话，你有可能就是那个混子，因为我觉得你没有什么，因为场上的很多牌你都不认识。我自己听起来觉得，乐乐，你觉得十二是狼，他们都不要你，没事儿，我要你。他呃，你是不是觉得十二是板狼？今天爆出十二，猛狼吧，猛出他，他是不是不站边我呀？ 他是不是没站边我呀？没毛病吧？那老戴是装混子的好人，是吧？十二是狼的点，十二怎么敢说？他说：“哎呀，那我觉得哦哦，十跟七不见面。如果七这个位置要站边十的话，那你就分辨一下怎么？因为十二自己的底牌是狼，七号在前这位说：‘哎呀，我觉得十二是好人，我就跟十二站边。’十二肯定以为七号人家底牌是混子，所以他才敢说出来金水和预言家不见面这句话。” 这没毛病吧？我的警徽流一四有什么问题呢？我已经验了这张七了，七那个位置打了六，保了十二，六十二不可能再进我的验了吧？因为我已经建立逻辑关系了。我说七也有可能是混子，有可能好人，也可能是装混子的好人。我的逻辑点后，这位能验的只有四，因为攻击四的人很多。还我想验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九号玩家的发言，他说我真的有想过要验这个四，但是我怕死。 他我感觉他默认没见过这个四，他默认四是好人，或者想做四九的不见面关系。我说了四摸出来是个狼，老戴就是好人嘛。四摸出来是个好人，但是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地方做工作的狼混儿，就这么简单。有,有什么问题？<coughs> 没有什么问题吧？对吧？五号玩家不占边我的话，五号玩家就得是狼。然后七这可能不是混子吧？ 七就是好人，警上可能想操作。我觉得混子有可能开在三九是个悍跳，十二是个冲锋。然后井下的陈明俊肯定要验你的，肯定要验你,你。警徽还是留一，因为就像昨天似的，我也听错了很多身份。如果这把你是个好人，你很容易被扛推；你是个狼的话，不可能放过你。就这么讲。梁老师踩个耳，踩个耳，好吧。十二号玩家暴打你，<对>你还不知道站边谁？那我觉得你就啊，别的没了，我就验一过了。九号玩家请发言。 哎呀，警徽我肯定势在必得嘛。然后二号玩家，你这票我就不会再跟你对一句话。你是好人，自己往回游；你是狼人，继续就冲就完事儿了。反正我这是不主动，不会再主动要你。你但是我的那个那扇门永远为你单向敞开，你愿意进来就进来，不愿意进来你就出去，我也不会验你，好吧？验五，好吧？就验你边儿没站外置位，给我找了三张狼，你能是好人？验出来是金水，你也是混子。 你点的什么什么呀？九十里面出一张六什么四六十一肯定的狼人，你真厉害，你肯定是坏人身份，不能相信你是好人身份啊！边儿还没站，先给我外置点了三狼，你的视野比我开的还多，就验你啊！第一先留个五，十号玩家今天投掉我，因为我换位思考了一下，我不觉得他是混子的原因是因为他是混子狼人不太会让他去跳，因为他是不是经常怎么样呀？炸身份是不是？ 嗯，是吧？没觉得他是个混子，给七发了金水，狼人在后置位的原始悍雕位就不动不动了，不动声色了，让他去跳了。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个小狼，原始悍雕的小狼。十二号，你十号，你站边我，我没觉得你一定是好人，因为你在发言中有太多然后了，太多然后了，好吧？所以十号要投你，你井下拍身份，你把身份拍出来，平民什么东西全都拍出来，拍真实的。 不需要你帮我任何的什么，哎呀，操作什么档什么别操作，就拍你真实身份，因为十号要外搂你。他说我是混子，他说我是混子啊，所以你们死都不能投我。然后我今天会投十，因为我不觉得他是混子啊，我不觉得他是混子，因为理由我已经说了。二号玩家也对话了，先验一个五，然后十一号玩家没觉你特别像，觉得你像狼的理由我也告诉你，你声音小，可以吧？够不够无厘头？ 我开口第一句一金水二八顺宴，第一视角就进到二。我只是先把警徽流留出来，挨个顺着顺序再聊。我为什么要留二的警徽流而已。你打我的点是因为我视角没进到二。我一金水二八警徽流，先爆金水，第二秒就进到二了。你怎么听的？但是呢，你给出五十一跟四十九的站边，我是那个偏向偏向值，所以我愿意给你一个 X 偏上的好人，因为我觉得五五好五打你了。四号玩家坚果兄。 井上发言挺幽默，没觉得你特像狼，好吧？你要是能坚定站边我，我愿意一直认为你是好人，哪怕你是倒钩狼，我先把你放那不管。三号玩家也是站边我的，嗯、站的肯定没问题。六七八还是看看看站边啊，好人投票给我，今天投十啊。发言顺序还是右边打啊，过了。P K 方案结束，除九号、十号外，十位玩家在我倒数后投票，慢剧无效。三、二、一，一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 十一号、十二号投票给九号，二号、八号投票给十号，七号玩家弃票，九号玩家弃票当选警长。昨夜平安夜，请九号警长选择警左警右发言顺序。八号是八号玩家，请发言。十号玩家吃的是我跟二号的票。哎呀，没有啊，我是听你起来发言，你说一斤水。 二八验的时候，我是认为你对二号的定义啊，包括你刚刚 PK 台的发言，我是觉得你该留二的时候没留二，然后不该留二的时候留了二，这在警徽流的方面，因为我觉得以你跟一号玩家熟悉度，你首先验他这一点，我就觉得，嗯，力度不是，就是可信度不是很高。第二，井下就两张牌，一是你的金水，二号玩家完全可以看上票，没有必要直接留到第一警徽流里，反而是他的井下投票出来之后，你说我这扇门对你单一敞开。 就我觉得在那个时候你是该验二的时候，你没有再验二了，你就直接二的票都都没有去再聊了，就说你自己往外游。那人他他可以站到变的好人，他怎么游呢？你得靠你的发言和你的警徽流，去拯救他呀。然后你去留了一个井上，其实站边你的五号玩家，嗯，总觉得有点不太像。那我也我也觉得十二号玩家像狼啊，我也觉得十二号玩家像狼，因为十二号玩家对七的定义。 是有点怪怪的，他他是觉得十给七发这个金水，那个他对七的身份是有一些口子的，也没有打死，但他十二井上选择打死的是六，他说六六是狼，然后，嗯，我总觉得他因为七井上发言有一句说，哎，我本局游戏我觉得十二是好人，我可能就跟着你十二号玩家走，所以他在想七没有可能是个混子，混了他却刚好被十号验了，这是我当时的听感，啊、呃，我觉得。 就是十二的发音是这个意思，然后十二起来站的是九，然后聊到这儿我就会想到四号玩家，因为四号玩家你选择的是站九的边，但是你觉得十二是狼，但十二是井上，几乎打单边是站九的，让十号玩家直接去自爆，不用不用再起跳的，啊，十二是站那个九的边的，那你你觉得十二是定狼，那十二是怎么了？疯狂倒钩垫飞是吗？嗯，所以就是综上吧，然后。 我觉得，我觉得我是偏向十一点的，但是还要更新一下，因为我井下也是第一个发言的，团队的所有阵型的发言还没有彻底拉出来，呃，更新一圈到最后我再会投投出这一票，反正现在是二维逻辑嘛，你也不会去聊他俩谁是混子的可能性了，我就简单一点，就九跟十对比就是一个预言家一个狼，简单一点，然后最终投出我的一票，<秒>啊，我过了，七 <coughs> 号玩家请发言。 我那个第二轮投票时候弃票了，我主要想看看十二号跟谁站边，因为我井上就觉得十二号像好人。你投出这个票，你投的九，那我就跟九站边呗。因为十号说夜晚我是混子嘛，对吧？然后我要混肯定是混了十二，那我就先今天先投九呗。我真觉得你是好人，十二号。我没有选择井上有些什么操作啊这些东西，我觉得没有必要。我觉得你，因为我觉得你确实是好人。 所以你是好人的情况下，那我就跟你投，哦投十。你你你你你那票上头给九号嘛，那我就跟你先投十嘛。那十号发我什么身份，其实我不重要，我这盘跟着你玩就可以了。这局游戏我不知道我们拿什么输，我就跟着你玩不就完了吗？八号玩家是站边十的，二号玩家也是站边十的，二八都第二轮又都投给十是吧？ 二八十啊，二八十再加一张谁啊？二八十再加一张五号，因为五号玩家在九号眼里你就是裸的，你你跑不了，你怎么可能跑呢？九号直接就验你，你就我跟你说，你你谢谢九号吧。那那你九号不验你，你晚上吃毒了。因为因为九号你可以来验我，你验验我好不好？你验验我，你先把我验了。 你验我有有一个好处就是，你验我，他们今天晚上一定会砍你，因为很多你看啊，那个二号、八号如果是两狼的话，都投给了十，所以二八十三狼的情况下，有一张狼倒钩了。那么我抓倒钩狼是最厉害的，你就把我一验，我就是双金水，我随便带队，就这盘就不可能输。你小概率输我是那个狼混，但你验出我是好人之后。 我肯定不会是混子，我要是混子，我井上肯定操作嘛，对吧？我的建议是九号验我这盘一定赢。我的建议啊，因为十号已经发我金水了，然后你再给我来一金水，你验我没有意义，你先把我验了。你看我是好人，我明天帮你把五出了，不就完了吗？好不好？九号的狼坑现在已经九号一会儿发言的狼坑，它就是二五八十没了，没有别的狼坑了。<coughs> 我们再加一个狼混名额，六号玩家。 六号人家，因为六十二里面，我觉得十二是好人，那六号人家怎么当好人呢？但不重要，今天我们出人一定是出十的，因为我说了十二号，我听着还行。你投的十，我们今天出十，但是十号人家已经大势已去了，所有人都站边酒。我希望九号人家能验验我，好吧？我希望九号九号人家能验我。呃，虽然说好人不求验，但我不是一般的好人，因为我是接了十号人家金水，你只要验了我就是全场。 双金水，那我们好人就输不了啊！当然了，这种赢法可能过于简单了。那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验人去验。我个人建议啊，我是想这个带一次队，体现一下自己的配置，好不好？<laughs> 能不能验验我？<laughs> 你考虑考虑，我也不强迫你，我就建议，只是让你验验我。我的狼坑，反正就这这些嘛，反正我今天今天先出十嘛，骗我，真行，谁让我家骗我？ 但我觉得发言还行，但是我因为我觉得十二还行。他，啊、你看，发言暂停，十号玩家自爆。你这太吓人！等一下，我这个充充电充一半，你稍微等一下。哦，直播间的各位弹幕老师，现在已经是八点十五分了，希望大家在一边看节目的同时，一边给我们上一上人气票，非常感谢大家。 二一天亮昨夜九号玩家死亡，没有遗言，是有发动技能。五、四、三、二、一，九号玩家，请移交警徽。警徽移交至五号，请五号金章选择警组呃死组所有发言顺序八或十一。八号玩家，请发言。这十号都没有给我再多听,听的机会啊！那我因为因为我刚刚阐述的是想偏信十嘛，且最后他 PK 发言的时候，我投给十的。<coughs> 然后号玩下点的狼是二号、八号、十号，啊，然后那我现在这个位置很显然白天就即将吃康推嘛，所以我就把身份拍一下，我是个白痴，啊，我是个白痴，那我会找谁去批呢？啊，我会找六号玩家，啊，为什么？因为就是既然十号喊了自爆，那么井下的二号玩家，我我没有在听你发言嘛，但是为什么我会先先找六号批？呃，第一点，那个十二，呃，拉的六。 呃，他点六十狼，然后完事儿。刚刚我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就是在第二轮投票的时候，六号玩家先举的十，他先举的十，然后在在在第二轮唱票的时候改改了九、呃，啊改改了九、呃，啊然后然后我当时我还奇怪的，我说哎我投十投的挺坚定的，然后我就瞄一眼，哎他开始是这个，然后。 然后再呃呃举高，然后诶他改了这个，那那就没办法了。那我是白痴，所以我今天因为我没有听二号发言，我不能说打打死他，因为我首先在逻辑上，呃我选择站的是十嘛，对吧？我在逻辑上站的是十，所以我说我在听这一圈发言，再更新更新啊、呃，但这个不重要，就十二玩家直接自爆，就说明二八里面肯定有站错边的，不然他不会裸卖我们的。 我相信女巫这个毒没开出来，也是因为想到这一点嘛。所以我在这个位置上，所以我把我身份拍出来，我是白痴牌，然后且是第一个发言的，呃，然后那个呃，这个细节是我看到了一眼，我说哎，这这变的啊、嗯，所以我就我我这个位置肯定是先拍身份，然后我拉我这个我看到的一个变票的这个六号玩家 P，然后我再去着重听二的发言。反正末置位十二号玩家，你不是就是井上就就几乎盘单边站九的嘛，然后你就在末置位归归票吧。 好吧，我就先过了。好，直播间的各位弹幕老师在一边听七号玩家即将要发言，一边给我们上一上人气票。感谢大家，七号玩家请发言。我没有想到六号玩家是这种人，我去，<laughs> 我没有想到，我只是听出来你是狼了，都没有想到你是这种狼，还能变票呢。六号，我没看见。首先，我没看见六号变票，我觉得六号玩家不会的。 但是八号这轮发言不对呀、啊？为什么我该信谁呀、啊？八号跳了个白痴，你不是跟十号站边的吗？十号一自爆，怎么那么巧你跳个白痴，还要说六号变票？六号玩家变票这个事儿，我得琢磨琢磨，是多大的压力让六号玩家变成了这样呢？应该不不不,不太理解。那个，我肯定是好人吧？ 十号玩家在我发现的时候被我聊聊的逼迫他自爆了，所以这轮二号八号就表水，但是也有可能他自爆就是为了要要要扛推二八嘛，这东西也说说不好说不清楚我。我第一个发现我就先表水8，八号呃，但是这轮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一点就是八号玩家自己拉了六 PK，八号玩家我不是这个游戏啊，首先。 我上一轮打五号是狼呢，确实听错了。哎，没想到五号真是好人，所以五号玩家是好人呢，我们就跟着五号玩家走就可以了。为什么要？但是很有意思是，你看啊，五号上一轮点的是四十一，我没有听错的话，五号点的是四十一。八号玩家看见五号玩家是好人，他不尊重五号。八号玩家心想：你五号你点的对狼，就他他不认为五号玩家点对狼了，他就认为这个六号玩家是狼，所以八号玩家非常有有主观的拉六号玩家 PK。 那至于这盘到底是出就是五号玩家认为的狼是四和十一，还是这个出那个六和八里面出，我们考虑考虑嘛。我们这样吧，我们就四六八十一混批，好不好？五号玩家你就归个 PK，就四六八十一里面出，不然怎么出呢？因为我现在因为，我听不到六号玩家发言，我不我只是听八号玩家说。 我觉得六号玩家可能变票了，但是六号玩家一会儿解释完这个事儿，我可能又觉得八号玩家说的不不对了。反正我觉着六号玩家不是这样的啊，我一会儿听六号玩家再聊聊。那八号主动拉了六号跟他 PK 的话，我感觉最后一狼还真没准儿啊。但我觉得六号玩家现在状态可能又不太像狼了，这就很很奇怪。这个面纱你知道吗？ 没了，那我就听听后面怎么发言嘛，我就自己投票了，因为他不验我，这盘就、嗯、也没办法了，对不对？我过了。六号玩家请发言。很奇怪哈，你知道为什么奇怪吗？谁的饮料看着像毒啊？这个不行，这个先查应该还可以啊。你是想吃毒吗？是想吃毒吗？七号玩家，哦、我是女巫八是饮水啊，八号玩家什么意思？你要是纯好人，我受不了的，我接受不了的。 不是，咱法你你可以自己看不清楚，咱们也不能连法官一块质疑。哥们儿手这么举着，我只是大拇指有点短，不是我食指很短，我得说清楚这个事儿啊。这看着都，咱们都是一切都是有那个那个什么东西的啊。这个时候变票肯定不能不能接受的啊。然后呢，我是女巫八人饮水啊。你发啥言啊，小杨、啊？我真好想听你是大肚子，我跟你说，快忍不住了。现在只要有人喊声自爆，他们直死。 直接死，直接死，好、哦、吧，反正就第一盘嘛，对不对？不是，那八号家你是啥意思呀？你，你不去找二死，你让我死，用的理由是我这个。那上一轮发言你怎么不说我我我慢投了呢？或者怎么样的呢？不理解啊，所以我认为你是个混子。我觉得七号家底牌昨天是狼装狼混，他不是想说混十二什么这那的，想不是没懂啊？得发言，啊。反正不像正常好人，正常好人非到去求酒的宴是啥意思？啊？没懂啊？ 而且轮次怎么没二号玩家了？二号玩家给十投了两轮票啊，也就是觉得九会死，不然你晚上直接吃毒了。我实话实说，只能说十号玩家自爆对我来说，狼人自爆嘛。十号玩家那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二，就是怎么说呢，就比较有战术素养啊，玩狼玩的比较强的玩家，那不会什么耍脾气自爆，毫无意义的自爆嘛。第一二八里面有好人，有他不见面的人，应该这样说，有他不见面的人可能能扛轮次啊。二八里面。 然后第二，做七号玩家的身份，第三才是受不了了，被七号玩家羞辱的受不了了，实在受不了了，直接想出去就是自爆了，这才是这这是,这是但第三种是最不可能的，所以对我来说现在八，我觉得像像是混子啊，但是后面如果没有人跳白痴，那他就白痴嘛，随便上供呗，爱咋咋地，那哥们儿也没招啊，对不对？然后今天轮次就是二的，是二号玩家的轮次，啊，今天是二的轮次，今天是二的轮次，然后十二号玩家不能碰现在是吧？你是那个什么刺猬是吗？ 聊了十二号号码，号码我就直接没了。你是那个神吗？你不是神秘人吗？就不是把密人都给去掉是神？我只要在这个大千世界上提到了十二，提到了王成龙、王宝岛三个字儿，哥们就要被咒杀了是的吗？是这意思吗？没懂啊？怎么说？女巫能能能能打一下你吗？能能是吧？OK，都都，哟，坚果变软果了。没有没有,没有，我我警上没说你啥，我就是看看给你看看，我就给你互动一下嘛。用王哥的话就是给你点画面不行吗？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我觉得还好，真没警上是随便聊了，因为我先就知不知道聊什么，随便聊了。啊、呃，怎么读就是随便怎么读吧。警上听三还行，说实话听三警上还行。唉，我说女巫被打累了。过了发言时长，五、啊、号玩家请发言。<laughs> 外面狼人自爆七尺度。你要不让八自爆一下，你看看你吃不吃毒？你们俩能是女巫和白痴？ 我是女巫白痴，我正面女巫，反面白痴，我给你们俩都出了，还女巫白痴。你是女巫那后面得出三个狼呀，八是你银水，你又不打7是狼，七十狼我是个金水，一也是个金水，你又保了三二四十一十二里面，你给我找三个狼出来，你又找不狼找不到嘛。而且八号玩家也挺有意思，我坐在六旁边，我我也没看到六有这个动作呀。八号玩家跳了一张白痴不去打二，起来去打他的倒钩队友，硬编人家一一套那个。 举举举票的动作，我觉得真的是这个战术以后不要再用了，有点太刻意了。我觉得八六是罗汉跳绳啊，一个是假白痴，一个是假女巫，那后面就是真假白痴女巫跳一跳吧，跳一跳，我看谁跳，我就把他俩都出了。谁跳我都出他俩，我仅上就是随便打打四号跟十一号玩家。那现在听听不是嘛？因为六八是双狼嘛，那就四跟十一里面有好人。但是至于谁是那个混子牌的话，我觉得都不像混子。 嗯，因为我觉得八号玩家打六是他跟六号玩家见面了打，所以不可能是两张不见面的牌。我认为就是夜间见面的牌在打格式，所以六八是见面的两张狼人牌。然后我再听听二的发言吧，因为如果二号玩家为井下冲票的狼的话，三狼就齐了，好吧？后面谁跳白痴女巫，我就把他俩推了，过了。四号玩家请发言。我是这么想啊，如果六为女巫的话，八号玩家是不是自刀？如果。 八不是自刀，那八有可能就是混子，白痴可能是假的。你这发言，说实话你也钓不着鱼，所以我也我也我也没指望你是那个混子。他们俩什么八十自刀狼什么的，那谁会谁会跳啊？那那他俩疯了，他跳一白痴要投自己狼同伴，他跳一女巫，然后女巫还有毒，然后又又又又又又又说八十狼。应该是二七十二吧？我觉得，应应该是二七十二。 一是金水，我也没觉得三十狼、啊。然后七号玩家，你这个小算盘打的，这算盘珠子崩我脸上来了。你告诉他怎么样让九号人家验验你，九号人家那，所以我就那十自报啥呀？那十自报让他改，你是好让他改几轮儿验你不完了吗？那你这这这这，这，你点的狼都不对啊，因为十十二号人家让十一号人家掏耳朵，然后呢，他说在六八。 四十一里面出，首先我是好人，我可以十一是狼，那还有一个狼是谁呀、啊？二十一十二，然后七号人家又说十二号人家是好人，是铁好人铁宝，对吧？然后他说四十一，我我肯定是好人，十一如果是好人，那七不是秒狼吗？对吧？所以说十二我觉得像狼，十二开盘我就我说那点你们是，我也没开玩笑，我是真那么想的了。然后呢，十二号人家。 被七萌保，那你是站边谁的呀？七号人家，你不是站边，你也站边九，那他倒钩不行吗？他发现哪儿好，他发什么言了呀？然后七号人家又说要投，要四和十一里面投。然后八号人家，哎呀，你说八号人家如果六是女巫，八是银水，他到底是自刀还是说他是混的？这个也是个问题，对吧？那你如果你当他不自刀，他是混的，那就是二七十二，对吧？哪怕十一是他们做身份的，算进你可以。 所以也就这几个坑了吧，我也没觉得三号人家我能太保错，六号人家那他跳那他那你只能说他是混子，这这女巫有毒，然后他他这个跳一女巫准备吃毒是吧？所以反正我就在，那就直接投二得了，要不就投七，然后十一十二你们再拿个主意吧，反正我觉得可能是七十二双狼，然后七号玩家在这儿演，你越演得像混子，他越就不可能是混子，你知道吧？ 你那不排排的演，就是今天的发言，昨天发言，不都是在演混子吗？那他怎么可能是好人呢？他那发言就不能是好人，对吧？我过了。直播间的各位弹幕老师，现在是八点三十分啊！点击左上角的小黄。 心，然后点击助力打榜，有一个解锁并送出，可以送出所有的免费人气票。有条件的朋友们帮我们送送付费的人气票，送出一票付费就可以解锁所有免费的人气票。我们现在排在十二名，我们至少先保住前十，然后我们再往前冲一冲啊！非常感谢大家，三号玩家请发言，大家送送人气票啊，送送人气票。这四号玩家发言我有所。 不能苟同啊！那个，那个二号玩家，这不就是二八的轮次吗？八号玩家是白痴，我不能接受。六还报八号玩家为饮水，那就是二八的轮次，因为二号玩家是两票投给十号玩家的，然后二号玩家选择这样冲票，我肯定认为二号玩家反水悍跳，嘿嘿帮反水冲圈圈悍跳。 黑黑帮圈圈仇嘛，肯定是这样的，所以我也不觉得八号玩家能是白痴，那就是二八的轮次嘛。你不能说二八是俩是两个好人，或者说里面一个混子一个好人，这我觉得太离谱了，不可能的事情。只不过不知道外周那个混子出在哪里，有可能是歪哥吧，因为歪哥说的那段话确实毛骨悚然，你一定要验我验我，然后给我感觉就是对他硬硬要让他验他，然后他大家说自己是个双金水。 然后他都晚上不用砍人，直接白天屠城，直接屠城，一个个给给往外推就是了，是不是？然后每一轮都弃票，然后就行了。所以我觉得听发言，我们如果只。 纯听发言，如果歪哥不是故意节目效果的话，我觉得他发言确实不是像好人阵营的人，对不对？所以他是狼人还是混子，看我们有没有找到最后一个那个位置。那么二八里呢？我认为是有狼人的。那起码一号玩家是金水，我自己是好人。然后五号玩家呢，他是验出来是金水牌，他肯定是不带刀的，对吧？这即使他占了那个混子的位置，那也是外置位后面你肯定是要有人跟六八在对跳的，不然的话没有任何意义，对吧？ 啊，然后其他的你们就后面跳一跳。我是觉得在二八里面出就可以了，因为我认为里面不可能是一个好人和一个混子，这样的话才有可能会输。如果是一个好人和一个混子，这局游戏注定不可能赢了已经，因为我们一定会在里面宅。比如说八真的是一个白痴，虽然是不太可能，但是诶，我们会出到二，结果二还是那个好人，那我觉得是。 非常离谱的，我觉得不可能。所以说呢，这个游戏只能是二八里是狼人。那八号玩家确实也不是平民，对不对？井上说的。那我很怕你是神牌，所以我觉得我当时有点多嘴了。但是你发完发完言，那我觉得你应该是十号玩家的同伴嘛，好不好？我二八里面出啊，我好人过了。二号玩家请发言。谢谢卢卡斯，Lucas, 谢谢 m a t w o r k 谢谢你们的投食。也就是说，我们后面位置非常挤，对不对？我们后面大量产。 白痴女巫，我因为我自己是猎人，所以我很共情八号。因为你跳了半天也没跳到我的身份嘛，所以我觉得怎么样啊？很巧的一个感觉。我可以不表水，但我愿意屈尊降贵跟你们浅聊一下为什么投给十，是因为我自己觉得一号玩家接到金水之后，井下就是两张好人，所以井上会产四郎。那我听到所有人都站边九的情况下，我认为四郎齐了，有问题吗？没有吧。 以及，如果十号玩家是悍跳，为什么会沦落到他满地找混子这样的局面呢？一会儿说这个是混子，一会儿说那个混子，他狼坑根本打不起。那他起跳，他的队友都在干嘛？我都不都不理解。以及那个九号玩家让我一定要什么，就像八号玩家说的嘛，我该进他的不进，我不该进的时候，他突然给我单向开一扇门要干嘛？早不开晚不开，偏偏那时候要开一扇门，我不理解，好吗？那就是确实。 底牌压制，站错站错，不表水了，那就点一下呗。我不知道这个三跟四是啥意思，因为五号玩家明确说了六跟八都不是两个真正的神。然后四号玩家呢起来就说一定要出二的轮次，一还要点二七十二。我就问一下你，十号玩家一定有战算，我是只会冲锋是吧？十二号玩家是我队友，他都说了井下的二你就投给九，我就是不听，我就是投给十，是吧？晚上晚上一顿对我进行输出，没有必要吧？ 所以你点出这个二七十二的狼坑，我这个位置我会遵循一下五的意见，在六八里出。但是我自己是猎人，也还也还不是白痴以及女巫，所以得然后就不能不跳，对吧？不能不跳。如果你们都不跳，那我会选择出四。如果对跳了，就直接在对跳里出，因为我这票定不死，因为大后面就大量产好人嘛，对吧？那别的没了，表水成功啊，过了。一号玩家，请发言。 嗯，我觉得四号是狼啊，因为五号在，哎，因为五号在前面已经说了，他说六八，我觉得是俩狼。他说今天谁跳了，我就把六八出了。你起来发言说，你觉得狼是二七十二，那你都不觉得五号是混子吗？我觉得如果六号是女巫，那八号就是混子。如果六号是，我觉得六号都不太能成为狼，他要么他是狼混，给八号穿一个那个混子的衣服，因为八号玩家，我觉得你。 不是狼就是狼混吧，因为你逻辑上肯定是不对的。你都不觉得十一是狼，你说你觉得十二是狼，对吧？你警上站边的是十号，站边十号，你说十二是狼，十二是攻击十一号去站边九号的，那你觉得十一号是不是九十二的狼同伴？你警下的发言啊、呃，你警警上的发言，那你当时觉得十二是狼，十二在攻击十一号一张好人牌去站边九号，九号还能不是预言家吗？ 所以你觉得十二是狼，你是怎么会说站边十号这种话的呢？我觉得你逻辑上就不能是好人阵营的。虽然你跳了白痴，而我不是白痴。呃，如果非得说二八当中有，就是十号自爆是为了扛推二八当中的好人牌，我更愿意相信二号是好人。然后八号，那最恐怖的情况是这边是好人，那边是狼混，这是最恐怖的情况嘛。但是我还是觉得有一张狼。前置位我听的狼像四，因为他跟五的五的视角完全不一样。他起来五号接了金水，他都不说五号是狼混。 所以四，而且三号说四号不太好，六号说四号不太好，四号说全保了，我也不知道咋保下来的。所以我觉得四号像狼，然后六号如果如果后面没人跳女巫，那六号就是女巫，那我们呃就根据女巫说的，八号是狼混，可以是这点。那如果后面有人跳女巫，我们再分辨。然后就五号确实，我警上听的，我就觉得我都没觉得你一定是好人。你站九的边打的是四六十一，然后十号玩家对十一的对话是。 你给我去踩耳，他们很难成为两张狼吧？十和十一很难成为两张狼吧？那我当时视角是觉得五号在垫飞，然后九号说厌恶，我觉得也验到我心坎儿了。然后其他也没啥了。七号玩家确实也不是很像好人，因为他说他接了警徽，明天咱们就出五。那现在五号已知验出来是金水，他要出的人总归不是狼人，所以我觉得七号的行为不是很好。啊，我前这位听的狼是四号。 像四号，因为我接了金水，我没接金水，我觉得五号定狼，他接了金水，那我觉得四号是狼人，五号可能为狼混，其他人没啥了，我觉得二号挺像猎人。三十秒，然后没了，我过了。十二号玩家请发言 <coughs>。首先我是平民啊，然后我会出四号，然后那个如果十一跳的话，我也不会在八和十一里面投，因为有可能会投错，因为我们现在已知场上是四名。 打打女巫带毒，所以我会在名坑里面投。四号说二七十二十三了，我都不知道他在发什么言，为什么不自爆？然后拿着你的球迷球出去就好了，别的就没有什么了。然后那个我没有认为七十狼，我觉得七是好人呀、啊。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对于我跟七你们意见那么大。我们首先我们站边的是九号，我们第一间投的是十号。 然后七说跟我站边，想要一个双金的身份，他错在哪里呢？他想体现一下自己的配置，他错在哪里呢？我都不懂。你要说他打了六，打了八，他没他井上听六，不是说六你不能打我，你知道吗？你可以打任何人，但我这个很脆弱，你知道吗？因为你昨天举了我一票，我这不是出局了，你不能打。我，因为像我们这种高配，不能乱打，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生命什么时候死。 你能知道你什么时候死吗？因为狼会拉着你说你打过我这件事情来写写东西，你懂吗？你能能明白？哎，昨天是不是某些狼人说，哎，六号举了一下十二号，所以十二号是狼。那个人坐在你旁边的七号，不是说你不能打，可以打，对不对？因为我们不能决定自己生死的时候，你不能乱打，对吧？比如说二号，你说二只要是猎人，我就一定是好人，因为我让二去投给九的，这个能理解吧？ 算了，不能理解你们就是有可能盘我死勾，就我没必要就是去勾呀，对不对？因为十给七丢的金水，七井上保过我，好不好？别的没有什么了，我会去投四号。你就很简单嘛，你认为二七十二是不是三个狼嘛？这太离谱了呀！我不可能就是说，祖宗老师离谱可以很离谱，他只是站边离谱。深推环节他还是很猛的，对不对？昨天虽然没有投到狼，但是。 对于深推的他还是有有所了解的，好吧？然后十一你肯定也得跳啊，就是你不管跳得过跳不过你也得跳一下，对不对？因为如果不跳的话，那个八就是单边的搏吃，呃，六就是女巫，反正我肯定是在投四，因为我们好人有毒，呃，就是女巫还有毒的情况下是有容错的，这是轮次问题，好吧？那个八可以是个狼。 不能不能因为他投错了就，或者是他是或者投错就投他，而且八号，其实我对于你是就是只能说是配置上面的，对吧？不是绑架你，就是你警上听我是狼，但我不是狼，而且是七保的我，我也保七了，现在，好不好？别的没有什么了，呃，呃，我会出投四号啊，过了。十一号玩家请发言，我底牌是白啊。 我现在就在想，八号玩家是狼还是狼混？因为他是饮水嘛，他是自刀狼还是狼混？因为是这样的，八号玩家如果底牌是个混，他混了谁？他那个位置上票给十呢？他只能混了十上票给十，对吗？否则他在那个位置他能就是他能什么情况下精准的抿到自己是个狼混且冲狼一票呢？所以八在我这儿底牌是有可能成为狼的。今天可以不出八，今天可以不出八，因为八有可能底牌成为混，因为他是饮水。 我不知道舒老师自不自刀啊，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数据库。但是我底牌是白，我就一定要跳出来正视角。然后井上说，我为什么发言声音低？是这样的，我把麦拿远一点。之前几次发言，总有人说我声音太，就是麦太炸。我这个人天生中气比较足，所以声音比较大。然后今天呢，就本来想说改一下数据库，就说我就发言温柔一点。然后投票给九是因为在九那个位置，我觉得九是预言家的原因是因为。 九是打了十二，十二当时是打了我要站边九的嘛，然后我就觉得他打十二，且他要验五这个东西，让我觉得很好，我就觉得九是预言家。然后我底牌是白，呃，我现在觉得狼四是个狼，是很奇怪的，是我没有觉得，我没有觉得十二特别像狼。为什么呢？因为我在想，第一轮打我的人不一定百分百是狼，就这一轮不一定啊，但第一轮保我的人很有可能是狼。 为什么呢？我想了想，这个场上能骗到的票不多，我算是其中一个。正常来讲，狼人应该会想要保我，然后去骗我的票。但凡打我的，有可能是好人。我打的这个是反逻辑啊，是反逻辑，是因为我觉得今天这个局势上，场上能骗的票不多，所以我没觉得十二特别像狼。但四保了我，我警上是听到了，我觉得四很像狼。然后十二保了七嘛，但是我说实话，如果十二保了七的话，在我这个位置坑位就不太够了。 因为八如果底牌是个混的话，坑位就不够了，就八只能底牌是个狼，坑位才够。反正我底牌是白，然后出不出八看你们，因为我说实话，我不确定八是混还是狼，但他肯定不是白，因为我底牌是白，好吧，过了。所有玩家发言结束，五号警长请归票。警归四，所有玩家在我倒数后投票，慢剧无效。三二。 一、一号、三号、五号、七号、十一号、十二号投票给四号，二号投票给八号，四号投票给十二号，六号、八号投票给十一号，四号玩家出局，请留遗言。那我是什么狼啊？你看啊，八是八跟十一对跳白痴。 六是女巫，五是金水，你是猎人，这是金水。外这位开狼的地方，十一、十二、七、三四，这几个人里有一个不出我的吗？我是什么狼？我想请问一下，我出你二，为什么出你二？你投的是不是十啊？你投的是十，我不知道你是猎人，那你说出谁？咱直接，我今天发言直接投七，可以吗？对吧？那所有人都说我是狼，我是狼的点在于什么呀？在于我站边九，那你。 五号一号人家质问我为什么说不从六八里出？首先，你觉得他是不是他是不是女巫，还是狼跳女巫，还是混跳女巫，还是真女巫？那他是女巫八是不是引水啊？那他是自刀也好，还是狼人混也好，是不是得盘啊？你也盘到了八可能是混子嘛，对吧？那八是混子七是什么呀？七是不是死狼啊？你说前置位听完就听出我一个狼来，七是好人，在你视野里，对吗？肯定不对吧？七是不是要出的我呀？ 那现在出，他说要出这个我和十一号玩家。那你看啊，首先三号玩家如果不保错，因为我也不知道谁是狼，都投我。十二肯定是我投的十二，所有人都要投我。三号玩家如果没保错，那七、十一、十二是撒狼，八号玩家混的有没有可能？他们仨都要投都是我呀。那十一号玩家七说投十一，十一号玩家跟八对跳，那投混的有没有可能？也有可能吧。投真白痴有没有可能？也有可能吧，对吧？ 那所以你去，首先你混的你也不知道是谁，你投我，你能喘气儿的没有不投我的吧？都投的是我，我是什么狼啊？现在场上还有仨狼，我是狼，我狼同伴是谁？点出一个来。我狼同伴只有六号玩家，因为他投的是十一，八号玩家投的是十一，对吧？那你们可以投十一，无所谓，十二肯定是狼，七肯定是狼，对吧？那无非就是保错三，那三一直在吹，那因为你说我有什么反应？那我。 有反应就有反应，对对话无所谓嘛，对吧？他说他是女巫，五号说三是女巫，我说是吗？然后他说他吃刀了就就是就毒我，我说你毒他去，我不是狼，这这我就是狼了吗？那那那那,那我是狼，我问他用问他是不是女巫吗？他能告诉我吗？所以那你现在场上还有仨狼，就看你这个毒了，老毕啊，别的我也没啥可说的了，七和十二是肯定的狼，别的。 至于混子也没人挑混子嘛，那八号人家跟跟那个十一对跳白痴，这里有没有混子谁也不知道，对吧？所以那没有外置位还得有白痴，那他俩就是狼人，一个狼人一个白痴，对吧？八是白痴，他是狼，那那那我也管不着了，我过了。四号玩家，言结束，是否发动技能？五、四、三、二。 各位直播间的弹幕老师们，现在是八点四十五分，大家点击左上角小黄心，帮我们点一点助力打榜，解锁一票付费人气票就可以解锁所有的免费人气票。大家免费人气票一定要帮我们送一送，以及有条件弹幕老师帮我们送一送付费人气票。 生死死亡顺序不分先后。六号、十一号玩家倒牌，没有遗言。六号玩家是否发动技能？五四三二一。十一号玩家是否发动技能？五四三二一。请五号警长选择警左警右发言。三或七。七号玩家，请发言。嗯，我上一轮，我上一轮是说的那个。 在那个四六八十一里面出嘛，对吧？然后四六八十里面出，我觉得已经能充分表明我是好人了。因为首先六号玩家是女巫啊，然后那个八号玩家是白痴。因为我发言之前，六号玩家首先八号那个位置他跳了白痴之后，我肯定信八号玩家是好人。然后八号玩家要拉六 PK，我自然会认为八六里面会肯定开一狼。那自然我信下八号是好人的情况下，那六号玩家就。 当不了好人呀、啊！当六号玩家跳出女巫来，我就觉得哦，那原来八号打错六了。然后那反正坑位就是我说的那个四六八十一嘛，然后我自己投的四，嗯，没什么。十一号跳白痴不是那个十一号跳跳身份不就是送嘛，对吧？十一号跳的身份就是送，因为我觉得他跟八号的身份两个人比起来，肯定是八号更像啊，八号更像，所以八号现在是白痴嘛。 你听听八号出谁吗？我觉得跟跟着八号走，因为我我我我那个上一轮的时候，我打错六是因为八号要拉六 PK，因为你很难你很难忤逆一张白痴的这个归人，对吧？就是我当时真的觉得八六里面得看得产生引狼，六号玩家跳了女巫呢，我觉得哦八号可能定错六的身份了，呃，但是我我整个的坑位，我觉得他大概就是这个四六。 上一轮是四六八十一，我我这轮肯定先表水啊，因为我的身份，我第一个发言，我在这一轮没有听到别人发言之前，我也找不出最后一个狼是谁。那最后一个狼就出在一三十二里面了，因为我自己是好人，场还有一狼，二号是猎人，五号是金水，八号是白痴嘛，对吧？然后那最后一狼只能出在一三一三十二里面，最后一狼就找呗。我我我在想，我发言不挺好的吗？我这个四个位置一盘。 对吧？六号跳了自己的身份，那不就是剩下那几个位置吗？而且你看，六号玩家是没有毒我的，对吧？他毒了十一号，说明他认可了我我的狼坑。六号玩家能毒对十一，完全是因为我点的狼坑。嗯，我觉得我立立大功了，所以我觉得我就不用再表水了吧？这一轮我第一个发言，我肯定是好人了。还有说让我九让九号来验我不好的，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嘛，对吧？因为至少。 你看我是，首先我是狼混，我一定不会让九号玩家来验我，因为狼混一定要扛推，替狼人争取轮次。九号玩家验了我是金锤，把警徽一给我，别人听不听都不知道呢。所以我是狼混，干嘛要让九号玩家来验我呢？我肯定是，就就一定是绝对的好人才会发这个言嘛。我第一个发言就差不多了，反正今天就在一一三十二里面找嘛，对吧？我过了。 各位直播间弹幕老师，最后的九分钟，我们现在排名第八名，要帮我们再送一送人气票，非常感谢。八号玩家，请发言。嗯，但是七号玩家点的狼坑四六八十一里面有一个女巫，一个白痴，哎，那说明呢，我是看票型的时候看错了六号玩家那个票型吗？因为当时在计票的时候，我自己低头投票投的十，然后我就瞄了一眼，当时七号没投票，六号玩家当时不知道遮挡还是怎么着，我的视角看起来他确实是这样的。 一个十，然后我再瞄一圈全体票型，回来的时候他变成了九。哎，我说这票变的。还有，我是个狼的话，我我不会昨天还敢去保井下跟我一起投给十的二号玩家啊、嗯，我就肯定把你打死了，我不会再去保你的。那个，再去想一下十号玩家自爆的点吧。首先肯定是你是单面猎人嘛，我是单面白痴，肯定是咱俩就是投给了十，他觉得他可以自爆。那还有一点就是。 如果七号玩家跟十号玩家真的是没见过，就想一下十号玩家敢不敢给七发这个金水嘞？十字爆点是在于七号玩家对话九，让他去验自己，而且是就是觉得十号玩家一点面都没了，然后十字爆的。十字爆点，我觉得收益有几点：第一就是让二八去死啊，只是没想到二八可能开了身份；第二点就是七把他给聊聊自爆的；第三点就是十号玩家给七发这个金水，如果七号玩家真的是狼混，十号玩家是那个狼。 他能不能去？因为他没见过妻，他得去赌妻是不是那个混子。他如果真的是一个纯好人，那他等于是自杀。这个我觉得，我觉得也是一个思考的点。昨天十一跳出来的时候，我还在想，我说他这个位置没必要跳啊，因为十二那归票都都都说要出四了，十一还跳干啥呢？我在想十一是不是混子，但是我想，哎呀，十一十一是混子的话，我他跳我身份，我不投他，太夸张。但我觉得十一是个狼。 没了，今天七点的是一三十二，我是觉得七十像是见面的，哦，我再更新一下十二的发言，我过了。十二号玩家请发言。哦，怎么又要更新我的发言？你觉得七是你就投七啊？那没人拦着你啊？我刚才能把你保下已经很顽强了，舒老师，你看看，因为因为我这个好人的发言，已导致十一号玩家发言变形，对不对？ 我先提醒你一下，二号刚才投的是八号，你知道吗？你说你先，我个人意见就是三七胜出，我是这么觉得的。不管一五里面有没有混儿，反正他们没有刀，因为九十预言家，对吧？十是自爆的。如果排除什么呃鬼故事，那就是这样，我们就赢了。嗯，我觉得七发言挺好的，我觉得七发言挺好的。如果七是狼。 那只能说他发言发的好，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啊，对不对？我没有觉得，因为四，我跟七都投了四，首先四肯定是狼，对吧？如果十一是那个六号女巫读的，也我也认为是狼，所以我个人认为场上只有一狼了。我是想三七顺出，但是如果后面有不一样的意见，如果三号玩家说七十二顺出或十二七顺出也可以，就是取决于大家，因为现在我们说了不算嘛，因为我们三个人是那个。 就是就是推诿三，三三个人里面有一个狼，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不是狼。我希我觉得我这人就是这整局游戏整体的表现来说，应该还算可吹可点，好吧？那个七号玩家只能说是平平无奇，对吧？三号玩家也是可吹可点，但是至于我们起点比七号玩家比较低一点，好吧？我现在邀请一号、二号、五号投出庄严的一票，对吧？ 然后八号说要出七号，我也不能说出七不对，因为我当然希望出七，游戏结束我们好人能够赢，对不对？但是因为七号点的狼坑是四号、六号什么点点错，因为这种东西因为不在轮次上面，所以没有没有必要去苛求，对不对？你只要看七号玩家这一轮投几，但如果七号玩家这一轮投十二，那我也不知道呀，他要投几。如果如果投了他投了三，那有可能游戏就结束了。但如果 他投他，我估计这一轮他是不会投票，因为投了三。如果说游戏不结束，他很难和我 PK，因为这一轮我会投出我庄严的一票，好吧？别的也没有什么那个了。三号玩家，如果是好人，那你就要在七和十二里面分辨了，这个为难你了，好吧？为难你了，因为我们两个确实他保了我，我保了他，好吧？我是平民啊，过了。一号玩家，请发言。 <coughs> 我们现在默认的，反正十一号肯定是狼走的嘛。十二号你，你你你你昨天你胡走，你昨天说的是十一号，你是白痴，你要跳的啊！你不是说十一号怎么样？你说的是十一号，你是白痴，你得跳。我觉得十二很像狼啊，因为十一是我们公认的狼人，他发言是因为十二打了他，所以十二是好人。十一为狼，十二是好人，十一敢保十二嘛？所以我觉得十二这是你的被动狼面，<coughs> 然后。 我觉得七号很像混子啊，因为十首先十给七发的金水，在七号说来验我验我验我的时候，十号选择了自爆。那如果七跟十是见面的狼人，然后荣耀晚上真去改验七出来一个直接查杀，那十号不是被血光吗？十号也不敢啊。然后回顾一下七号井上的发言，六号起来说觉得井下的一二不见面，然后他说抿的四像狼，那现在六号是单边女巫对吧？然后那我们默认四号是狼走的。 然后六号发完言，七号说啊，六号我觉得你发言不太好。然后呢，十二，哎，我听十二是好人，我觉得十二是好人。六十二当中，我觉得十二是好人，六是狼。那现在六是女巫。然后呢，八号发言了。然后九号跳完，十号直接给七发了金水。如果因为十是自爆狼。 他敢给七发金水，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脏七，一种是七传递了信号让十敢去骗七。那有没有可能是七号先保了十二，而十二是十的狼队友，所以十号敢说七号玩家，哦，他他有可能为我们的混子大哥，然后把七给他发个金水。那七号行为不能是好人，因为他说九号你来验我验我，你验了我，哎，你验五没用，五号已经是裸狼了，五号一定是狼，我接了警徽，明天我就出你五号，那现在五号是不是接警徽了？ 那五号接了警徽，他永他就一定不是狼人阵营的了。那如果设想那天晚上，如果九号真的验了七，七号接到了警徽，第二天起来是不是五号出局啊？当然这是设想嘛。所以我觉得七像狼混，十二像狼，然后三号是没有人聊的硬拉。而且七号刚刚发言，他都说他都聊爆了。他说一三十二是当中找狼，我是金水，我是验出来的金水。他说我都要我都要进轮次。 所以我感觉他是故意想出局。那会儿他发那言的时候，我就盯着他看，他假装没有看到我在看他，但是实际上肯定是看到了，故意聊吧，想要让我投你。然后四号玩家是不是六号玩家攻击的定狼？四号玩家昨天出去说一号玩家，那我在这定票出去谁呢？我说出七，你们出不出呢？四号玩家也想出七。然后我们认为四号是狼，那七号就有可能为混子。然后听完三号玩家发言，我要觉得你不是狼的话，我可能会投十二啊过。 直播间，大木老师，我们只剩最后两分钟，我们现在是第十名，啊，跟前面咬的很紧，我们保一保，往前冲一冲。哦，掉到第十一了，朋友们，最后一分五十秒，我们有请二号玩家继续为我们号票，好不好？二号玩家请发言。我知道看着我的脸很难送出人气票，但是拜托大家了，辛苦大家了，送一送人气票。歪哥的直播间啊，不要因为我的脸不不送人气票啊，不是很简单。我觉得，你虽然说投对了这一票啊，但是我觉得后面的言呢欠点考虑，只有两套逻辑。 你就定四，如果你定四是狼呢，那三就是最后一只，因为七和十二是互保的。如果你四不是狼呢，就七跟十二为两狼，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问题是你忽略了五号玩家为混子的事情。五号玩家起来的发言就是六不是神，八也不是神，后面随便跳，只要跳我一定把六跟八归掉，这是五号玩家的原生态发言，对不对？所以五号玩家的归票我是不能听的，只要我能听出你是好人，那么七跟十二你随便归，就这么简单。 我回想了第一天，我为什么会投给十？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十二号玩家对着我说你就投给九，他是非常了解我的性格的。我反骨巴掌高，他让我投给九，我必投给十，所以这一票是被垫走。呃，虽然说是在洗，但是我就是被垫走啊。然后还有问题是十号玩家，我为什么投给他？原因是因为他那个位置敢给七号玩家发一张金水，又让十二交站边，我在想。 在九号玩家视角里面，他有可能是混子的，因为这两个人如果直接不站，他十号玩家不铁出局吗？他发这个言到底在干嘛？所以他就是应该已知十二号玩家会倒钩或者怎么怎么样，认识七跟十二，他放心，他就直接让他们交站边，无论如何都会帮他弄嘛，所以是倒钩战术。所以五号玩家的归票我肯定是不听的，我只要听出三十号人，七跟十二你随便归，这我觉得已经非常清晰了。 我的意思意思是我听四并不为狼，我自己虽然说是投了八，是因为我盘到一半他是混子，后面我又盘偏了，我又觉得后面产真神了，而且一样的嘛，我自己是投错票，我可能对你要求也高，所以你投错，我可能觉得你更像狼，但是我也换位思考过，咱俩可能干的是一样的事情，而且咱俩都是神嘛，所以五十混子的情况下，我觉得四不为狼，所以七十二随便归啊，过掉。三号玩家请发言。 很简单嘛，他就是两套方案嘛。如果四号玩家为好人，那狼就是七十、十一、十二、五十混子，对吧？如因为是五归的四嘛，那如果四号玩家为狼人，那狼人就是四十、十一、十二、七十混子。我觉得就是这样。然后五号玩家因为归的四嘛，四号玩家是我们刚刚投出去的狼人，所以说呢，出了十二号玩家，场上一定只剩一个狼或者你们认为的没狼。 七号玩家伪混子，所以这游戏一定是十二七顺出，我觉得，啊、嗯，因为我底牌是一个好人，然后呢，上一轮对那个二八有所冒犯。 然后，但我确实没想到二号玩家能在末着，有想过，但是我觉得不可能有这么巧。但是既然我们必须认清事实，事实就是我确实也没有出二号玩家，对吧？那二号玩家就是猎人，八号玩家呢就是白痴，十一号玩家就是独调的狼人，然后六号玩家就是女巫。那么我们不用去管五号玩家，那五号玩家他也可以是一个纯种好人，只是我们一直在怀疑，诶，他发言很好，是不是有可能是一个混子之类的？因为我们没有码死了四号玩家，为什么？我们去出四号玩家的很。 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四号玩家点的坑位突然之间变得跟其他人不太，就是别人的视角，其实他的视角是对的，因为呢他就说二八里面不出的，所以他就说在外置位这些出，但是好人的视角呢一定会先在轮次里面是有二八的，因为二八是上一轮给十号玩家冲票的，所以十号玩家这个自爆我觉得自爆的也很好，因为我肯定是认为二八里有起码有一个狼人的，对吧？那现在没有就不用说了，所以呢。 如果你认为四十二里开狼人，我们把十二号玩家出掉，场上也最多只剩七号玩家一个狼人，因为其他人所有人都不带刀，五带不了刀，一带不了刀，我自己是平民，二号玩家猎人，八号玩家，所以一定是先出十二号玩家。我认为出是，如果五号玩家一会儿归别人，他如果归三，呢，他就是铁混子嘛，在我视角，所以说五号玩家归七，我认为我们大家其实可以真的。 因为我觉得我不认为十二号玩家为混子，他的发言像狼人，我觉得他不是混子的发言，混子的发言只有可能是七，七要么狼人，要么狼混，要么纯种好人。我们就是七号玩家投的四四也是狼人嘛，对吧？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先出十二号玩家，好吧？我好人过了。五号玩家请发言 <coughs>。我跟黑黑讲一件事啊，我是混子，但是我是好人混。 我混的六号玩家，我昨天为什么那么发言？我在钓后面的狼呀。我说我那发言不是很明显吗？我说后置位你们谁跳，我就在六八里面出。那六八能为双狼吗？八号玩家跳白痴打六，六号玩家跳一张女巫，六八不可能为双狼啊。所以我当时的发言是在装狼混。我说后面你们谁跳，我就从六八里面出。我想骗狼人跳，然后诅咒他自己不是说五号玩家你别钓鱼了吗？所以他听出来我在钓鱼，所以他没有跳。但梁静贤跳了。我最后归票犹豫的点是我在想归四还是归十一，因为我那个时候担心四跟十二的身份产生置换。 但我肯定知道六八是两张神，所以我本来想归十一的。可是我后来想了想，嗯，我就是一个是八号玩家确实打了六，我觉得六是真女巫，我也有点怕八跟十一的身份出现置换，所以我最后在四十二里面分辨，我觉得归四更稳，我就投了这张四号牌。然后为什么昨天不跳？是因为昨天我混的六号玩家是个女巫，如果我死了，我把警徽给他，你们也知道我是混子，所以狼人不会跳混子。但是今天我的榜样没了，所以如果我持刀，我要把警徽给一，我就不能让狼人穿我的衣服，我就把。 我就说一下，我是一个混子。如果我是个狼混，我昨天在这个位置，我无论跳白痴还是跳女巫六八都会出局。所以我是狼混，我会跳身份，而我不会让后置位的牌跳身份。我让后置位的牌跳身份，我就只能是一张好人混。所以小黑不要说今天不跟我归票。然后呢，因为我呃，因为我是一张混，所以本局就由三说的六，6, 要不然本局游戏是七跟十二位双狼，要不然就是。 三号玩家为最后一狼，但我自己认为我归出去的四号玩家是一张狼人牌，所以七跟十二不太能为双狼。那么三号玩家就是最后一张狼人牌，你们就跟着我归就行了。因为如果我是狼混，我昨天在这个位置就会跳身份从六八里投了，所以我只能是好人混，没有必要今天再去七跟十二里面去投了，对吧？应该不会，我发言应该没啥问题吧？狼人本局游戏的狼人就是三号、四号、十号跟十一号。那我井上也点了三张嘛？ 我警上点的四十十一，确实没有听出来三号，因为三号玩家警上选择倒钩了，时针没找到。然后今天就投一下三。如果说三出局不结束，七跟十二分我分不了，我就把警徽给一了。归三过了，警长发言结束，警归三，所有玩家在我到时候投票，慢举无效。三二一，一号、二号、三号、八号投票给十二号，五号、十二号投票给三号，七号玩家弃票，十号玩家出局，嗯、游戏结束。 我怎么跳呀？我就那么听话，我说你跳。你不用不用，你跳就过归他了。不是，他们就不应该没六发言、啊啊。你直接归八呀，你八十一随便归一个不就好了吗？啊、你八十一随便归一个呀、啊，四<是>不知道在发什么？他说二七十。你,<还>你是不是没听过这个？知我知道你是儿啊好，给大家做一个复盘，本局游戏四张狼人牌为四号、十号、十一号、十二号。哎 混血儿牌为五号，首页他指认了十二为自己的榜样。本局游戏为一张狼人混预言家牌为九号，女巫牌为六号，猎人牌为二号，白痴神牌为八号，三张平民牌为一号、三号、七号。首页五号混血儿选择十二为自己的榜样，狼刀八号白痴神牌六号女巫开药解救，形成平安夜。九号预言家查验一号平民为一张好人牌。第一天警上竞选环节，九号真预言家牌获得警徽。第一天白天十号悍跳狼人牌选择自爆。第二天入 夜狼刀九号预言家牌六号女巫当夜没有开毒九号预言家查验五号混血儿牌为一张好人牌。第二天白天四号狼人牌被公投出局。第三天夜里狼刀六号女巫牌六号女巫毒杀了十一号悍跳白痴的一张小狼牌。约呃第三天白天最后一狼十二号玩家被大家公投出局。 本局游戏好人阵营获胜，好，我们可以夸一夸本局游戏的各位好人啊，其实都很强，每一推推出去的都是狼人牌，狼人牌其实打的也很很不错，只是就可能前这位女巫跳的很被动，所以呃前这位两张神牌跳的很被动啊，呃最后十一号玩家也在末位努力跳了一张白痴神牌，以及。 第一天五号混血儿牌，他在选择自己榜样的时候，他其实选到的四和十二，他当时在四和十二里纠结，其实都是狼人。所以本局游戏不管是好人还是狼人，其实大家都非常厉害。大家可以夸夸这局游戏的每一位呃玩家啊，以及第二局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游戏。大家有自己特别喜欢的嘉宾呢，一定要去到我们京城大师赛的官博，官博置顶里面有一个投石通道，大家有特特别想跟自己喜欢的嘉宾说的话，就打开那个投石通道，给自己喜欢的嘉宾投石。 是，并且留言，呃，有一些特殊的还会触发一些法官的口播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以及大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超话互动社区京城大师赛，来跟我们每一位弹幕老师互动，以及之后会有我们的嘉宾空降的环节哦，这个月月底跟大家预告一下，会有空降的活动，到时候大家一定要来热烈参与一下。 那这局游戏就是这样了，马上就会给大家放送第二局游戏。第二局游戏，希望大家能给我们多多点赞，点到五百万赞就给大家开启夜间视角了。所以从现在就开始点的话，有可能一会儿马上就可以开启上帝视角了。所以刚才很着急想要开视角的朋友们呢，可以从现在开始就给我们多多点赞，非常感谢大家。以及刚才在打人气票的最后一分钟，真的非常燃，因为之前可能大家都在非常认真的看我们的这个节目，没有时间去点这个人气票，结果最后一分钟的时候我们。 直接从第十一名冲到了直冲第五名啊！这个真的非常的厉害，从其他的任何主播其实都是做不到的，只有我们直播间，只有我们这边带市的直播间能够做到，直接从十一名直接冲到前五啊！我们的牌子也红了，所以非常感谢每一位给我们上人气票的家人朋友们，我们的弹幕老师们哈，不管是免费的付费的都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每周二、周三、周四周五的晚上七点半都会在 JY 带市的。 直播间为大家放送京城大师赛。我们京城大师赛呢由范狼赞助播出，范狼视频狼人杀在家也能玩面杀，版型随心配，欢乐多一倍。大家可以在各大平台搜索范狼，点击下载啊，很快就能下载好了，而且可以去范狼里面体验一下最新上线的机械狼的版型啊，是我们京城大师赛的同款热门版型。那我们七号，平民牌回来了，我们有请七号玩家给我们做一个复盘吧，有请七号。 这盘我不是血 C 吗？我保了十二五号，知道自己是好人混还是狼人混啊？不是你们没有人看得懂狼人杀的。我保了十二号，在五号眼里，十号玩家悍跳发我金水，是我保了十二号，五号之五号他自己能分辨十二号是好人还是狼人吗？嗯嗯、那在五号眼里面，嗯嗯、所以五号五号玩家一张狼混，九号把警徽给狼混了，狼混操作，狼混把自己狼归了，说我不会玩。 他没跳身份，他跳不了，他我保了十二，他他分他分不清自己狼人会和好人混啊。哎，那你不能说他不会玩，因为我也没想到，那我也不会玩。没事，不是无所谓，每轮、啊、每轮出狼就可以了。我,我跟你们一个水准啊，我也没想到，但是这个你说挺牛逼的，他没搞清楚自己是狼混，哎、他一定搞不清楚，对呀、啊，他他,、啊、他,他搞不清楚自己是什么，因为你的警徽给了五，他自爆了，五号发言一定是有问题啊，在当时那个视角，他拿了警徽。 那出人就是五号玩家出呀，对吧？对<呀>我保了十二号，他他怎么能够分辨出十二号是好人还是狼人呢？因为我第一轮就跟十二号，他自己是混子，十号给我发金水，在他眼里我都有可能是狼，因为我占了一个狼坑，所以十二号玩家有可能是好人呀。对、啊、他们看不懂正常我都没看懂，你别这么说。哎，像抖音号，我们一下，抖音号,号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意思？ 那个谁谁谁谁送的？大山呢、啊？谢谢大山的那个抖抖音号，谢谢谢谢谢谢。弃票，因为出了三，继续玩啊！出了三，然后我觉得十二号有可能就把一砍了，然后我们接着打决赛圈啊！我我这轮投票投十二也没用啊！我那我昨天在关键轮次就要弃票呀、啊！我拿好人狼人，我一定会在第二倒数第二的的不，我想倒数，我会在决赛圈的前一天弃票呀、啊！不然以后拿狼人没法玩了呀！ 有什么可投票的呀，对不对？我宝狼，我我就在宝，我这就,就是宝狼，我宝狼、哎。你选 C，我中 C 怎么样？你很 C 啊，你很 C，因为你们亚毒就很 C，因为你读二毒二毒吧，就二八都该毒，因为他投了匪票就都该毒。你亚毒就一定能赢。这我这盘我不是说了吗？好人一定就赢了，这盘好人输不了。哎、这边有在想要不要毒十二啊？ 没有，不是你们自己想嘛。我看你稍犹豫了一下，我自想我,我自己想嘛，自己想吧我到底要不要说就用数据库、就是？啊，八号他平时不太清楚，但我后想了想，还是不能捆绑 <laughs> 不能捆绑别人，<laughs> 一定能站队、啊、太冷了，他 <laughs> <laughs> 不会演，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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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你们自己去问哈！<laughs> 他肯定肯定不是他们看不懂我操！好好说看不懂，他本来就不会看懂，他能看懂。别人看，他能看得懂，他就做事跟你玩了，你懂不懂？哎，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谢谢你说我跟你说，我啥时候？我说六八双狼的时候，我觉得我是狼混，因为我排坑排到王宝，我是狼了我说六八双狼，那你为什么不叫身份呢？ 你我没没那么确定呢，万一呢？啊、那就是没搞清楚。但是，可是可是我最后不是犹豫了吗？我不是归四的时候，我说我在犹豫，我当时想直接归你，我说我归你。四的时候我说你，我把你投了。归五就是疯了呀！但是十二号玩家说他投四，那我想，哦，王宝宝是好人，我找不到最后一个狼，我当时想的最后一个狼是七，我说那就是王宝宝是好人，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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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 这狼人是四七十一，我说那也够了。老公老公完四之后你们双死，我又听了一天发言，我我又听完七的发言，我说完了两百我是狼。 然后我最后一轮，我王宝宝变票了，你卢白痴，你卢白痴弄死了。哎，这位我一下，我没变票啊，我是。呃，他真的没变票。哥们儿咋了？真没变票，真没变票。我本来想把这老师因为投票是要这样，硬来因为投票。是升起来的。然后举，然后投票之后这样。因为就先三拜就是一个这个手势，所以不是变票。我每次投也是，我怕别人还以为我弃票，因为一直举的是。我真没看。 其实我我是前面都觉得自己蛮像狼混，没有那么肯定啊，觉得像，不然我不会打六。嗯。Uh, 结果归四的时候，我觉得哦，那那就是我听错了，我把七跟十二的分身份是反了，那就十二是好人，七是狼，我就投了四。Uh, 投完第二天又听外周发言，完了，错了。 在最后变变不过了，因为在你们的视角里，无成本投十二，投完十二不结束，明天再他俩 P K 嘛，没必要。因为四十二零点，无成本。我出去之后傻了，什么意思？你他是狼，我给他好人出去了，知道吧？大概你没本事，他怕你俩输了，把你投完结束，他俩的视角。二八一定要出狼的。他找过他俩。他说二八不用什么。 就是十二七，那能，我第一天混的你，然后我又让徐姐睁眼，我看你是个好人，带我站边。我当时也觉得你一定是这么想的。我懂你，就万一他站错边，你就得觉得自己是，觉得自己是狼混。他比我像。 混二，没有，这有啥 i p 他发言就说了，他觉得五验出来都有好人，都有可能是狼混。看的时候，我我以为你在等举票，然后我以为你是先举的。对对，你你井上的发言几乎把四张狼全点了，你点了十一，点了十二，点了四，然后你还说五的发言你要验出来是好人，都是狼混。 所以那个，但小六，我说实话啊，你就是因为是这个版的时候，我他如果不在放，这个礼物，这个礼物，这个礼物，肯定读错了。不知道我读错，读不到你版次。对啊，读不到你。谢谢这个 Christ MZH 的这个抖音号，感谢感谢感谢，谢谢谢谢谢谢抖音号，谢谢感谢。因为你们自己定底薪，我会不读，我也不读。太多年才出道了。 然后明天八十一，你就说他是。不是你们输了，他自爆起来杀大，你们会输了。对对你们对的，对,的对的他是混儿啊，他不去他永远不会推我呀。他单区里面哦。哦，对对、哦、对。那一场，一场。我在南区，我又其实他不跳混，你能把单区、哎、就最后一你不跳混，应该怎么？真的吗？我们都你说混了六不可能，六八万一你说六八都出，后面有人跳，你<的>说你混的六。 你为是别觉得啊，我去混了，我当时没有掉进混子坑了。对，我如果不是混，谈歪哥什么混也是十二次。是的，因为我们都投了四，你知道吗？因为我们都投了四，没有机会。对吧？我们都投了四，没有机会。我们都投了四，他肯定先出。但是你投的可能是我们。我的吧。推翻的。这轮推翻的是，这轮推翻的是我。 他们俩随便死了是吧？但是他那时候应该分你是男主。我应该先跳过女的跟谁，他听他发言，他不能用，不是吧？我先跳过，我先觉得他坏了吗？肯定不觉得。然后我听他发言。知道他招了。你还是觉得他会？你也觉得他跟我地话了呀。他第一天锦上地话了。那 Y 哥也说十二，肯定是好人。 也是地画。也是地画。红梅头对，红梅头对，啊，红梅头对。狼枪射梦。好，各位玩家，第二局游戏的版型为狼王射梦。 哎，你光。